这位同修有两个问题：无量寿经往生正因第25品内底有讲，不动尘劳即堕太上感应篇中上行即堕之罪过。文昌帝君因即文中也讲到不嫉妒人之机灵，可见古圣先贤常常劝人放下嫉妒心，请教文殊如何落手，如何思维，才会当啊远离嫉妒。这件代志啊，确实是非常的严肃，因为这个烦恼，若讲未当甲伊个彻底解过来，伫菩提道上绝对会产生障碍，不但道业无成就，对三途的机会啊，也特别的大。要安怎来解呢？了凡四训内面就讲啊真好，有从思想解，有从理想解，有从心想解。了凡四训会当去加看一下，真值得来做参考。也伫思想来解功夫啊，较浅。勉强啊，将家己嫉妒心甲压制掉的，这是石头底草，滚无断啊！这毋是办法。想到讲嫉妒障碍即个业因果报啊，即、这个真惊人哦！这会将嫉妒心啊，甲小小底掉的，也对理想呢？若是讲会当知影，即个是比较较好。我甲人是一体啊，人的长处就是咱的长处，人的德能就是咱的德能。咱不但袂当去嫉妒人，而且在帮助人、成全人、成人之美。为什么呢？伊这个事业成就，咱的社会大众得到福啊，也咱家己嘛会得福，这是明白这个道理。咱若障碍别人呢，实际上就是障碍家己啊，是障碍社会真正最众生的福利。哪里是对这个人呢？如果这个人所做的，伊的作为功德利益非常大，会影响社会，会影响历史。咱对嫉妒心给伊啊破坏，给伊障碍，这个罪过偌重呢？常常去想着这个道理。咱的这个嫉妒心嘛，自然就会淡化咯。也若是讲对心理来解，这是最高明的。佛教人，佛教菩萨，就是教所有一切啊，学佛的同修。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要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好分，不善夹杂，这个嫉妒是不善的。那会当啊，将这个放在心内呢，将你的良心破坏了，将你的善行破坏了。你这一生本来会当做佛、做菩萨，因为
一念的嫉妒心，你啊对地狱。真正天堂地狱就在一念之间呢、啊。啊，《感应篇》引这文是对因果报应来讲的啊，这是最明显的。对厉害来讲，你知影这厉害无？知影一个人若是讲无嫉妒心的时阵，确实做好护念，仰天献身啊，尊敬你啊。啊，你有嫉妒障碍？诸佛菩萨一切现行远离你啊！谁人跟你接近？妖魔鬼怪跟你接近啊！这个道理未当讲唔捌啦。啊，常常想的就是讲别人的善啦、啊，啊，就是咱家己人生内底一份的性德啊。一定爱啊，成全别人，绝对袂破坏别人。就是讲家己的冤亲对头，伊若做一件好事，咱嘛都要将这温暖放下，帮助伊啊。为什么呢？帮助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《感经》当中捌讲，医病啊，信心是关键。大夫近来得着脑瘤，手术啊切除，但是身体也是真虚弱。地主啊，应该要按怎来和大夫坚定信心？身体啊，迅速啊康复，立即求生净土呢？如何要和伊对学佛啊，升起清净欢喜心？啊，这个是那讲恁老爸啊，无接触戒佛法啊，你大兴可以这个了凡四分啊，咱有连续剧两篇的功德可以看，可以啊，加看这个，看的变数愈多啊，是愈好。用这个来做启发伊，来呀劝导伊。这个断落修仙，即讲雷德啊，也佮讲这个念佛往生的故事啊，互伊听。常常甲伊讲往生段，啊，讲这个故事。帮助伊认识佛教，帮助伊认识净土，安就好。这位同修讲咯，伫厝内啊，是祖先的牌位，是伫佛像的下面，奉清明七月十五当作供食品，念无量寿经，念佛。纪念祖先，回向给因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。请问因敢会当得到真实利益呢？因得的偌多呢？是看这个厝内面后来的人心地有几分的清净。因讲大师讲啊，真好啊！一份圣经，伊啊得到一份利益；十份圣经，伊就得到十份利益。所以这个祭司啊，你若问讲，接受祭司得到偌济利益，完全在家己的真诚心。伊问讲，因敢会来厝内来应供呢？讲完这事了后，遐个食品厝内人敢会使来吃呢？这事是情即灵啊，这心如神在啊，真情伊就有感应啊。无情无物啦，无真情的心伊袂来啊。
这事完了了后，食品呢，厝内人当然会当食咯。哎呀，心欢喜心，甲祖先啊共享啊。另外，伫生意啊设超多摆位，祖先敢会得到利益呢？同款的道理啊，看寺院内面的修行的人是不是真修，真正修行伊就会得利益，拢是伫即个行力、行即灵啊。这位同修写的字真大，看得真清楚，唔免问啊。伊讲请问师傅，念观世音圣号啊，是不是往生？甲念阿弥陀佛圣号啊，是有什么分别？无分别啦。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会往生，念地藏菩萨名号也会往生。关键在倒位呢？就要念到功夫成片啦。会念到啊，伊心不乱，你的品味就更加悬咯。但是伫这内面有一项代志啊，都爱记哩。念阿弥陀佛会当免回向，为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求生求世界啊。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，拢都爱回向，就是这点的差别。除此以外，无差别。念观世音菩萨，念这个地藏菩萨，一定都要回向求生净土，安尼就对了。这位同修问的，讲请问法师，阮怎样知影讲亡者是不是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？这个代志啊，你家己念到功夫成片啊，就知影咯。你家己还未到个这个程度，你哪会知影呢？你要问人，人别人欺骗你啊！因为什么呢？别人也唔知影。伊讲有去，伊讲无去，这个话啊，拢不可靠啊！一定爱家己的功夫成就，你才会知影。伊问讲：“佛说汝将出家会灭法啦，500年，汝将啊是毋是会当出家呢？汝将只会当出家一摆，第几出家是毋是包括在内呢？”意思汝将甲南将是同款，那是讲有分别。这都不是佛法，至少甲诸位讲，不是大乘法，小乘法啊有这个执着，大乘法内底无啊。大乘法是平等法啦。为什么佛在小乘经教内面有讲汝从出家，将佛的法运减少500年？这个用意啊，这个意思啊，是在讲啊，愈将的烦恼多啊，心量细啊，嫉妒心重啊。凡你伫这地啊，也佛讲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？咱个想法嘛就知影咯。伊究竟什么原因？生理的因素有啊，家庭的生活是有啊，因为查某人多半是主内，生活范围真小啊。大部分人主外，伊的生活范围大，你生活范围小，心量自然就小了。其实当然只想着讲这个苦苦来对利益。
啊，这个不是无原因的啊。呀，学会了后，一定要拓开心量。那是讲AI，当一切放下，做到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，查某人啊，同款的成分。啊，发花经啊，有一个咧，两女配合成分啊。华严经啊，是用现在表法；法华经是用量入来表法啦、啊。因是不是成就，当然会成就啦。佛啊，伊讲这个话是伫正法时期讲的，伫末法时期呢，末法时期完全是颠倒病咯。往年。吴念祖老居士非常感慨地讲：“正法时期、上法时期，修行正果啊，成就人啊，在比例当中，这个人众数量是上多，排名第一；第二是出家女众；第三是在家人众；第四是在家女众。”现在无法死期颠倒病咯，学佛真正有成就，念佛往生，在家女众占的人数上多，基础也是在家男众，佮基础是出家女众，最后是出家的男众。无法死期啊，全部拢颠倒病咯。出家男众哪会讲袂当成就呢？拢是咧被名门利用去咯。心无在道上啊，不如在家动修。在家动修，闻到佛法真修。出家啊，往往是利用佛法去。求家己的名闻利养，这是大错特错咯。所以，这个女众同修啊，唔免烦恼这个代志，家己啊好好用功。这是石家庄的杨居士有三个问题。伊讲六法师弘扬正法，以善心救度末法时代有碍众生，和阮啊如魂魄雾来到新加坡。诶，正宗学会，即会感觉真正诶，找到了学习甲做人诶，即个真正目标甲归宿。真希望讲中国诶法师将新加坡诶经验带到中国发扬光大，开辟一块亲像即个啊，亲像即个诶。新加坡正宗学会这款的清净道场，唔知是唔是当实现？因为中国的名门利用金钱交易啊，早已经将人的头壳啊，钱甲满满，恐惊真困难呐、啊。请问老法师啊？这是唔是的事？后面这啊，你是不是会当实现这款代志啊？你是不是会实现是事在人为啊？只要咱学会的东西，
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，我相信会感动政府的领导啊。佛教在中国为什么受到这么多障碍呢？实实在在讲，真正的佛教无发扬光大啊。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无看到啊，真正佛教，伊嘛无真正去研究经典。那讲是真正研究经典，伊就知影讲佛教的好处啊。伊个现在一个出家人所做的，到底有如法不如法呢？是不是按照啊经典去做呢？伊就明了咯。伊完全是无了解，伊也无功夫去看。只有咱家己做出一个模样出来，互伊看。咱学会的人是什么款呢？然后啊，互伊去体会啊，无学会是什么款呢？学会的人是什么款呢？这两个有真正鲜明的对比啊。学会的人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；无学会的人，浮为啊，逐工咧创啊，名闻利用啊，做一寡顺人利己的代志啊，这是啊，真强烈一个对比啊。也咱家己呢，一定要做出一个好模样，互领导人看，互社会大众来看，互伊看卖，佛法到底是毋是有值得去学习无？是毋是应该得来发扬光大？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了。2000年啊，历代帝王拢皈依三宝，帝王啊无皈依三宝啊，真少真少啊，拢是三宝弟子，领导全国人民啊佛，所以国家社会重治久安啊。伊啊，对社会安定，对族群融合，是确实有真大贡献。佛法基本的戒条：教人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。让人个人做到，社会犯罪代志就会少咯。这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呢？佛教消灭，鼓励大家什么？鼓励大家杀人啊、放火啊、偷盗啊、邪淫啊，什么罪恶拢做啊？中国领导人是不是安尼想要教化老百姓呢？我相信伊不是安尼做法的呀。伊也想将百姓教好，找无方法来教。较早帝王伊知影用佛教的教育教化百姓啊，百姓啊，特别是清朝，清朝开国，头前的几个皇帝，请法师去宫廷内面讲经说法。皇帝带头来学佛，满清统治中国实在无容易啊！清兵入关，将明朝打败，统治中国，因总共有偌济人呢？你去看这历史上讲的12万啊！
伊个军队只有12万啊，12万人啊，统治这大个国家，用什么道德啊、合法啊？因唔是讲我教恁着安怎安怎，中国人袂晓听啊。用什么方法教？讲老夫子教咱安怎做法，大家服咯。有教咱安怎做法咧，大家嘛服啦。袂通讲，拢听话啊。伊当年也是讲，我做皇帝，我叫恁要安怎安怎，无嫌这个皇帝做袂稳啊，会互人家推翻。伊聪明的所在，伊用佛法啦。你甲看中国几千年来的时阵，尊重佛法，尊重道德，讲到可能有主释迦牟尼佛，大家也甚么话都唔好咯，自然就拢摆平咯。所以佛法对于整个世界有真正大的贡献啦。在中国各个朝代内底，多一个朝代佛法兴。这个叫做兴旺，佛法衰也尽管嘛衰。这注意的历史上看个真正清楚、真明白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啊共同努力。第二个问题啊，伊讲啊，如何会看出一个人是对恶道中啊转身来？是毋是对精神来对转身来的人看起来真正愚昧？有鬼中啊，转身来的人真贪。你啊，都迄种言行不一，讲一套做一套，家己认为讲真正聪明，还阁有甚物所在转来的呢？呀、啊，对于天道转来的，是毋是真慈悲？伊个模样是毋是生个真好看？你讲个话无错啊，是有一点仔道理啊。确实是安尼生啊，就以为啊真聪明啊，做一套啊欺骗别人个啊，你毋知影讲伊是对倒一道转来，真可能啊是领导过来个啊。大多数啊可能是阿修罗道来啊，啊阿修罗道来、啊。阿修罗道福不真大，有德行啊，啊无德行，所以你详细加观察，确实会看出一点啊。第三，看到有出家人念佛真精进，却无相信啊因果，伫别人问伊讲，为何唔信因果？伊讲啊，拢嘛是人啊，拢嘛是人啊，中国拢是人。对啊，这种出家人用用啊，也是啊，远离咧，像老法师知道啊，用用是你家己咧修好啊，咱对极恶的众生。看你无饭通食，咱嘛都爱甲帮助伊啊。袂当讲伊作恶，伊就要死，咱就无顾伊咯。这无慈悲心啊，这袂用的。所以啊，对歹人嘛都爱强用伊啊，爱感化伊啊，爱劝导伊。你强用伊，你对伊有恩德，常常甲照顾。伊会感觉讲你是一个好人，以后有机会慢慢这个劝啊，安尼就好咯。这位同修伊问的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只要念个真正熟，成佛也有疑虑，无修他法啦，又搁有甚么含呢？这句话内底并无讲。爱发菩提心，请问安尼来讲是对无？如果是真正
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一心啊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啊无上菩提心，已经发了，但是唔知呀。假使伊念佛也有别项的梦想，也有杂念，也有对世间名利的需求，那就未当往生咯。就造成障碍。所以古人讲的话啊，也容易啊，一定都要了解清楚。爱细心的去体会，唔通啊将这意思错会了。这位同修问的，在世名是谁？无断尽，是不是往生？当然也会往生，带业往生啊。断尽咯，就无带业咯，带业往生啊。但是呢，虽然无断尽，你要有能力来控制掉的，唔通好业发作。伊若发作，就造成障碍。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来接应你啊！一个想着讲，某人欠我的钱还袂还我，迄哪会用你呢？我还过去讨钱呢，阿弥陀佛稍等我一下，会用你袂？伊袂等你啊，袂用你啊！所以一定要有能力来控制啊！这些代志啊，伫合群的人来讲呢，平常愈淡薄愈好，对家己绝对是有利益。那讲伫这个顶面结婚的执着啊，一定是造成障碍啊。这位同学问的，是虚空变化界，是一个共同体变现而来，诸佛如来啊，实际嘛是一个佛性，这种的体悟是不是正确？正确啊！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啊，家己自性性德变现，所以啊，佛法内底啊，有甲你讲啊，西方世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啊，自性弥陀变虚空法界。唯心净土，马遍虚空法界，所以才跟你讲，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是不去啊，就是这道理。这位同学有三个问题啊，如果放工了后，回去厝会感觉真忝。那是无念无量寿经，因为时间真长，来念阿弥陀经，请问这个有如法无？如法啦，会用呢？甚至讲念阿弥陀经啊，也无咧念咯，专念佛好像嘛会用呢，拢会用呢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我平常比较比较爱用唱的方法念佛，因为安尼我感觉真正清净，真欢喜。请问安尼来念会当往生未？往生的条件唔是讲遮尔啊单纯的啊。如果只是讲我安尼咧唱着念佛就会当往生呢？恐惊会啊，会错会意思。念佛啊，注意爱看清楚。你看中国字这个念字安怎写？念字不在口啊，
所以来唱佛，你无念佛啦，念佛会往生，唱佛是袂当往生呀。念是什么呢？念是金心嘛，就是讲你现在心内确实有佛，这叫做念。不一定讲伫嘴里啊，嘴有念无念袂要紧啊，心内底是毋是有佛？心内啊，真正有佛，这叫做念佛啦。业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唔是伫嘴口啊。那嘴口念是犯心加机啊，心肝内爱有佛。心内啊，定定想着佛，佛是甚么款呢？你就知影讲这个经啊，爱念个真实咯。佛的模样就是经上所讲的，经文太长咯，咱无容易记得掉。啊，咱啊就选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啊，第六品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。常常想着佛的心，佛的愿，也咱常常咧想，就将佛的心、佛的愿变作家己的心、家己的愿。这叫念佛啦！你啊，一声佛号都无念，你想要往生，你就会当往生。如果心内啊是无佛，古人讲了真好，一天到暗念十万声佛号，化破难熬也往年啦。为什么心内无佛啦？所以心爱亲像佛心。愿啊，爱同佛愿；行爱亲像佛的行为，这个人肯定往生啊。只要伊想要往生，伊绝对往生。所以念佛这个念力啊，唔通将这意思给错会咯。只要你心内有佛，你安怎唱嘛用呢？这个是无关系。第三个什么称为攀岩？我像攀岩这两字啊，大概字典内底会当查到。啊，书源书海这边有啊，你去查看嘛，攀岩是安怎讲？这位同事问讲，伊讲这个地主五七，希望法师开始念定果佛，比如迦那佛的关系，以及啊罗夏那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，你是不是要分别执着这物件呢？经典内面讲啊真清楚啊，诸佛菩萨无一定的名号啊，啊名号的建立是兴顺众生，哇，这句话讲是看众生的需要。啊，诸佛菩萨的示现，也是因为众生的依感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都有应。啊，实在啊，跟你讲呢，一切诸佛菩萨啊，拢总无名号，名号是假啊。啊，咱在座的诸位。
同学呢，恁敢有名号？假也毋是真的啊！呀，咱即摆大家啊，拢是人，恁大家拢是人。讲你是人，你听就好啊。那讲你是狗，啊，你就无欢喜啦。你想看嘛？假使咱的祖先当年最初，甲咱叫做狗，现在叫做狗，啊，是真正常呢、啊。名是假名，唔是真的啊。你家己的名，也阁有人常常去改名。所以啊，名可名，非常名啊。唔能执着伫这名号，执着这名号是错误的啊。你看马明菩萨伫大乘起信论内面教咱学佛，怎样来用怎样的心态，伊才会去离佛的境界。伊就讲真好啊，教咱三个方法：礼、言、说、相。咱若听讲经，毋通执着言说。这个经本文字呢是啊言语的这个符号，既然言语未当执着，文字也就唔能执着。你若是执着文字，就甲执着言语是同款的，错了。这啊只是一个功夫，咱借着这个功夫建立真实，会体会到真实啦。第二个教咱理名理相，名词俗语，这个佛菩萨名号是名理相。你来了解这个意思，就唔通执着咯。你啊执着就错咯。毗卢遮那是梵语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变一切处啊。什么变一切处？诸性便一切处啊，所以毗卢遮那是发心佛的名号啊，发心啊便一切处，就是家己的真心本性，无来去啊，无生灭的，真正是不生不断，不依不依啊。中观论内面讲的不依不。这是发心，所有一切万物拢是假变化出来啊，这根本啊。所以呢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以发心啊，呀，佛的发心啊是共同的，咱众生加佛嘛是共这个发心，然后第二发心呢？所以名和意思是变一切处啊，毗卢遮那是啊，这是发心名号，罗夏那是报心佛，报心是功德慧，只有智慧你才会证到发心，你才明了发心啊。你无智慧，你迄颠倒，你无了解咱今仔日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那就是正的发心咯。咱知影，所以罗夏那是咱诸心内面。本有的不济智慧啊，释迦牟尼佛是诸圣内面本具的德能上好。华严经所讲的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啊，而不能证得。一切众生甲诸佛是一，但不是二。是一体啊，咱未了，唔知是一体，
分主分他，其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即多障碍。那知影是一体，哪会讲即多障碍呢？这都是未晓颠倒啊！未失了自性啊！宗门内面讲，未失了家己本来面目啊！这些话拢爱了解啊，所以释迦牟尼利用这个名号。是专门对于咱现前社会讲的啊，教化这个社会，换一句话讲，是教学的宗旨，教学的目标。现在这个世间人对于人无慈悲心、无爱心啊，这开始民族啊。教导咱对待别人的仁慈啊，无你是清净啊，对待家己都爱清净，对待别人都爱仁慈啊，名号啊，都是教学的宗旨目标啊，所以无名号啊，用教学的宗旨目标来做名号。这是这名号的含义，为咱唔知影。在佛法内面来讲，是完全是一个。伊罗迦那是化身，罗刹那是报身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，一体三身啊，三身一体啊。这意思你有了解无？真正了解了，咱家己嘛是三心，甲伊个三心嘛是一体啊。咱个发心啦、啊，甲一切诸佛的发心是一体。咱个报心，甲一切诸佛如来报心是一体。咱个应心嘛，甲一切应心嘛是一体。原来今仔日这个应心是业报的应心啦、啊。佛菩萨是愿力的应身，这袂同款，所以自在咱袂自在啊，咱是业力支配啊。业力对倒位来呢？是家己变现出来，是家己妄想分别执着做出来。以往不实啦、啊，本来无呀。所以念感悟，业就消了，业就变成智慧。为什么不感悟？关键在这地啊，众生跟佛就是这一念差别，众生一念觉就成佛了。啊，佛教徒人无别行的，帮助人感悟啊。这位同修问的是：我退休了后，伫厝内每日念经、念无量寿经、念佛求生净土，并且做好教育子女的工作，向啊亲友啊朋友介绍佛教净土法门，也观音、经书、奉行等等，安尼来做啊，是毋是算修行呢？啊，你做有如法无？啊，你这个做法无算修行，真如法。啊，你做就好咯。会当想想安尼先，将你所做的这些事迹、功德，拢回向求生净土，啊，这个真好啊。